项目其实是说，确认它不是内脏的牛杂碎本来就可以输入的项目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就包括了食道肌、血管、头骨肉、面颊肉，还有骨髓跟牛油。预计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结果？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可以输入的品项，所以其实现在如果来报验的话呢，只要证明它是属于这些部位的产品，我们都会受理报验。请问一下，现在有人在提出报验的吗？没有。谢谢。